的预告，嘉宾是潘玮柏。自从恋爱节目下车后，一直在暗搓搓互相发糖的吴伟雄 CP， 这次居然要在电视里公然撒狗粮了。吴昕和潘玮柏两个人穿着情侣色衣服，牵着小手对视唱情歌，这种当然是必备环节。在预告里，潘帅的视线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吴昕，而当吴昕介绍海涛是自己12年的好友时，潘帅在一旁咬着粉红连帽衫的拉绳，皱起了眉头，一脸醋意的看着吴昕，惹得现场的 CP 党一片尖叫。右手边这位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，我们俩友谊有12年了。对对，就浓烈的友谊。那友谊有12年，反正那个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，然后一起那个同甘共苦过来的，一直到现在，就不多说。这位呢，在右手边。首先，我们祝贺玮柏发表新的专辑。是。你们两个是因为在专辑里合作歌曲认识的吗？大男孩一样的潘帅因此盯上了海涛，在默契考验时，海涛说自己凭感觉就能猜对吴昕的选择，潘帅不甘示弱，马上大声说自己也有感觉。不仅如此，潘帅还是展情话技能，对吴昕说出了我是你的药这种肉麻核弹，在场所有人只能表示潘帅你赢了。为什么？感觉，我也有感觉。我没事，你去吧。你什么态度？我就是药，我就是你的药。你下这么狠的手，你压中我你。短短的预告就有这么多高能量点，那到了正片，岂不是要被吴伟雄 CP 糖齁死？